说到吉普汽车公司旗下的牧马人，许多车迷朋友都是相当熟悉的。作为吉普旗下顶级的越野系列，牧马人就是越野车中经典，粗犷奔放的外形使得它成为城市中的猎豹。但由于牧马人高昂的价格，许多车迷都望而却步，但是却有一辆与牧马人极为相似的汽车，并且价格也十分合适，那就是北京汽车 BJ40。 在此前创造中国票房神话的电影《战狼二》中，就有着北京汽车 BJ40 的身影。作为中国味十足的电影，导演吴京甚至于将北京汽车 BJ40 放到了与中国茅台同样的高度。在电影上映后，北京汽车也迎来了超高的销量，甚至北京汽车在 4S 店门口都挂上了国旗。在汽车的设计中，北京汽车 BJ40 的设计中借鉴了大量的牧马人设计，甚至于不看车头灯的部分，两者大体都相同，同样的进气格栅，同样的后外挂轮胎，同样能够拆卸顶棚等。整车的大小来看，北京 BJ40 比牧马人稍微要小一点，但高配仅17万左右的超性价比，还是让 BJ40 受到了无数的好评。最后在通过性与涉水深度上，北京 BJ40 甚至比牧马人更加出色。虽说它与牧马人相似，但它主要上还是继承了牧马人的大量优点，并且在价格上深切地与中国消费者的实情结合起来。就小编想说的是，当你觉得牧马人太贵，不妨考虑考虑这辆车吧，北京汽车 BJ40 不会让你失望。